巴黎与人情有时冲突，有时兼容，权衡二者真是种学问呢。 水中幻月。
这种案件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占卜就是把既定的命运准确地展示出来，过度的修饰只会让人们产生误解。法理与人情有时冲突，有时兼容，权衡二者真是种……这种案件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法既是约束也是工具，请你千万记住哦。记不住的话，我就多给你念叨两遍。
有时冲突，有时兼容，权衡二者真是种学问呢。既是约束，也是工具，请你千万记住哦。记不住的话，我就多给你念叨两遍。有时冲突，有时兼容，权衡二者真是种学问呢。这种案件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
是约束，也是工具，请你千万记住哦。记不住的话，我就多给你念叨两遍。居然还有这种案件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正是因为无法更改，不可违逆，只能接受，命运才会被称之为命运。